Mizzi 在去年经历了忙碌的一年，终于在日前结束了首次的世界巡演，也让 Mizzi 开始期待 Mizzi 的下次回归。昨日一起前往菲律宾参加活动，能够看到女孩们全都以新发色亮相，尤其是莉亚亮眼金发更是让离不开视线，而全染发也不禁让 Mizzi 们忍不住猜想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回归了呢。希望 JYP 能够早日宣布一起回归的好消息， Mizzi 们的钱包可是都要早就准备好了呢。